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Red， 非常感谢你们再度回到我的频道。我们今天又来试玩 Minecraft 模组啦，那看到封面应该就知道了吧？没错，就是我们的乌鲁托拉棒模组，超人力霸王、奥特曼、Ultraman、咸蛋超人，想怎么叫我都按自己的习惯啦。对，那在前几天呢 ，Red 去参加了新超人力霸王的特音会哦，真的实在是太好看啦，非常推荐大家16号一定要进戏院去看。对，就算你没有看过任何一部乌鲁托拉曼的，也绝对可以安心观影，当作是入坑的第一步也是绝对没问题的。不过不知道这个模组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法耶，我们就直接进入游戏再看看吧。那如果说你也是喜欢乌鲁托拉曼的观众，也可以前方影片点一个喜欢，还没订阅的观众也可以按下订阅，并且开小铃铛，这不是 Red 更新影片的动态喽。好的，那我们进入游戏之后呢，先来看一下周遭，刚好有升一个村庄啊，然后附近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，跟一般的麦块好像没多大差别啊。那至于成就的部分，我看一下哦，成就蛮多的哎，成就超多，一起去吧，获得佐菲的选择，哇，还有这个哎，获得贝塔魔棒。还有奥特眼镜，谢谢你泰罗，没想到这些都有欸，酷哦。那我们就一边研究吧，看这到底这模组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哦，对吧、啊？先看一下它的这些制作清单，欸有欸，这边超多的，我们先做这个好了啦。既然新超人力霸王上映，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就先来做这一个贝塔魔棒。先看一下贝塔魔棒有什么材料，奥特之心，这个是什么？等离子晶魄，哇，这要去哪里搞？完全不知道哎、欸。反正我们就要收集一下这些东西啊，然后还有铁方块。那刚好附近就有村庄，我们去村庄找吧，看有没有什么物资可以让我先利用的。哇，底下刚好是一个峡谷地形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我们要挖这个，这应该是材料吧？其中一些材料，然后底下有一些特殊的矿石，我们等一下再下去挖吧。你们住在这边不危险吗？看得我都害怕了。我们先搜刮一下物资。你看，这个是直接悬空房哎、欸！天哪，太可怕了。我们去其他间看，有什么物资能够带走的就通通带走吧。哎、欸，哦，这边有苹果，都拿走。书本像素描就不需要了，苹果饱食度增加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、哦、这边还有猪猪哎，哇，居然还有圈养猪猪，很好哦。那我们就不愁吃不愁穿了，连睡觉都有地方可以睡了。直接先来做个工具台，然后先做一些基础的物资啊，这些都是必要的东西哦。我们先做个稿子吧，然后可以下去挖矿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从哪边下去比较安全，可以直接下去吧。反正底下有水，嗯，直接下去，哟，安全安全，趁着天黑之前多挖一些石头，然后这些矿石什么的也都是要把它挖掉的。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绿色矿石应该是材料没错啦，都挖都挖，直接生成石镐 ，OK， 来把我的煤矿挖掉。觉得天要黑了，时间等等我，不要过这么快，我东西都还没挖完，你天就要黑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挖完了，这样应该 OK 啊。上面天也黑了，我们就先在那边待着吧，先在那边待着，然后做个熔炉，先把铁矿烧一烧，把它烧掉。看一下哦，这附近这不知道能不能挖哎、欸，挖这个，感觉不行，我觉得等一下再挖好了。我们回去拿铁。等一下，前面那什么？前面有一只，那是怪兽吗？那只是什么？它会不会攻击我啊？哇，两只哎 ！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我们先拿我们的铁。他攻击我！他攻击我！快走 ！Oh my god！ 吓我一跳！他刚才直接攻击我哎、欸！哇，我们的工具台在那边，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对抗他啊！算了，我们先做一个，我们先做一把剑防身好了，太可怕了。
打得赢吗？我看，会打，会打，好痛，好痛，超痛的！我打他跟抓痒一样，他打我好痛。哎呦，我们可以靠着那个水流阻挡他们呐、啊，会稍微安全一点。攻击力，哎，可以，我们借由这个地形优势，他过不来，我们看有没有办法消耗他的血。不打他好痒哦，2%、2%、1%。他过不来，有水可以挡住他。快了，他快死了，一下，哎、欸，有了，死了，他才喷好多东西哦，赶快都拿走。他喷超多东西了，我们先走再说。这些应该是我们也要的素材吧？哎、欸，对，斯贝修姆物质我们拿到了，还有这什么斯菲亚的残骸，带拿辉光，哎、欸，可以耶，这些都可以从他们身上拿到哎，好哦，那我们小心一点好了。哦，僵尸就还好啦，僵尸掉下来想吓我一跳，我们就做个铁镐来去挖那个绿色的矿石。小心啊！才刚说不会生成什么怪兽，结果没想到一下子就跑出来了。把这些绿色的矿石全部采一采吧，这应该是也是我们要的。M78矿物啊，对，这些都是要把它收集起来，需要大量的 M78 矿物。我们把这个峡谷看得到的都把它挖一挖吧，花一些时间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哦，要9个 M78 矿物才办法做一个等离子金珀哎、欸，那我们等离子金珀要几个？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等离子金珀。然后斯派修姆物质已经有了，然后其他的应该就还蛮好收集的。好，这个蛮让我好奇是什么的、欸，把它挖掉。哦。欸，它掉的东西都不是固定的欸，是随机的欸，是吗？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包包。哦，我们刚才挖的那个是给这些队徽啊，这队徽有什么作用吗？看一下哦。哦，是可以做护甲是吗？对啊，是可以做护甲欸。哦，那我们就多挖一点吧，可以做一些衣服来穿，因为那些衣服的防护力还蛮好的。欸，这边还有一个没有挖到。把它挖下来，怎么可以错过你呢？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来去都挖一挖，来去做专属的队服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那我们就把这些铁锭把它弄成铁块吧，记得是这样吧，铁方块，不知道够不够欸，它好像要蛮多的。好，9颗，然后科特队。先来做一下衣服，耶、yeah, ，胸甲，然后裤子、鞋子，那、啊、头盔要怎么做？2个铁方块，3个流星徽章，1个玻璃，3个流星徽章，再一个玻璃，啊，有了，科特队整套，哇，我们变成科特队的一份子了，好经典哦，这套衣服。再来就是把枪给做出来。欸，搞定了，射线枪，这个伤害不知道怎么样欸，嘿嘿，来试一下，咻，哦，这么远都打得到，可以哦，那不用装填子弹，可是有耐久度，这个稍微麻烦一点，你可以看一下底下，我刚只射一枪而已，它就少了一小段了，什么声音叫这么大声？哪里啊？叫超大声的，下面吗？龙哥，我谁？吓我一跳，我直接摔下去，吓死我了！快走！这一只，他直接把我推下来啊，吓死人了！射他！射他头！这是割耳巴、啊，吓死人了！
哎、欸，我靠，我枪耐久度没了，可恶！用刀了，用刀刷他。哎呦，还好他们有点笨笨的，遇到水就会卡住这样，所以我们可以慢慢刷他。嘿，确实。再来啊！嘿，哦，死了死了！哇，要喷好多东西哦。这是什么？哭泣的黑曜石，戈尔赞的头盖骨。好哦，虽然这些对我来说好像没什么用，但是我拿到这个诶，迪迦水晶诶，有这个迪迦水晶，我们应该之后可以做迪迦的棒棒吧？好哦，没有问题，只是刚才就这样摔下来，超痛的。哎呀，不管了，我们就再去多收集一些物资。我要赶快把我们的初代超人力霸王的棒子做出来了。嗯，这里超多东西的，把它挖一挖，挖掉挖掉。可以拿回去做衣服，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物资，全部都是我的哦。那个是什么？红色的，你要去挖一挖看，没看过的东西。我们是不是离家很远的啊？感觉好像离家很远的。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可爱哦、喔，维克特利火花人偶哎、欸，超可爱的，哈哈哈，拿在手上像那个公仔一样。好萌哦！那全部把它挖掉，这好像也是素材，对不对？统统都给我挖人偶回家摆。哎、欸，有这个卡内贡哎，哈哈，哇，这也好可爱哦！直接放个工作台，然后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我们这个维克特利火花人偶可以换这个斯派修姆物质，换个八个也不错。那加 NQ 嘞？加 NQ 没有哎。然后卡内贡也没有，那你咧？你也没有，就有特定几只有是吗？哦，不是每个火花人偶都可以制作啊，有一些就不行。卡内贡加 NQ 就没有，好吧。前面好像又有一个祭坛呢，因为这感觉这个东西好像也是模组生成的。哇，糟糕，天要黑了，天要黑代表怪兽要出来了，危险哦。有东西吗？我砍砍哈！哦，这是什么？看起来像箱子。哇哇，超多东西，有好多迪迦水晶、金锭、钻石也有哎、欸，还有戈尔赞的头。然后这里也有一个，哎、欸，全拿走！哇，超棒！哇，什么东西？哇！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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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怪兽生成的。吓死！他们有必要叫这么大声吗？哇，完蛋！周围都是怪兽！哇哇哇，这谁？这谁？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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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只是路过，我只是路过。赶快离开这里！吓死我了！不要不要过来！快离开这里呀、来喽，可以开始做我们的棒棒啦！我看一下，我们要先做出一个奥特之心。奥特之心要一个蓝色光球，还有等离子晶珀跟红石方块。好的，等离子有了奥特之心，然后再来奥特之心之后呢，要放铁方块、红石，然后一样是晶珀跟斯派修姆的物质。OK， 那有什么问题？再来红石摆这边。铁出来啦，贝塔魔棒！哟吼，我们完成进度了，最初的光，来吧，最初的光要变身喽！我变！哇，有了有了，变身了！哇，好酷哦！然后它底下呢，这个好像是它的招式吧，什么奥特切割光线啊，八分光轮，还有斯派修姆光线，我们来试试看好了。我看一下斯派修姆光线。What？ 啊？嗯，有音效跟刚才一下子的特效，可是没有维持那个动作跟光线啊。那八分光轮呢？我看一下哦。哎 ，What？ 哎，一样有丢东西出去，然后再来是这一招。右上角可以看得到吗？我们刚才是蓝灯状态嘛，现在变成红灯了，它会闪烁吗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我的胸口没有闪烁，可惜，它没有做出那个闪烁的特效。
然后其实原本这个模组变身之后角色不会这么大，我是有后来有自己在装这个啦，就是让自己的身形变大 的道具。哎，才刚说完就变回来了。然后这个贝塔魔棒好像还可以再升级，我看一下哦。哦，对啊，还可以再升级。我要拿等离子之光，还有失败修姆、烽火台这些的升级这个最初的光芒，然后又或者可以直接升级成这个千兆失败修姆。就其实这个模组，我觉得做的算还蛮完善的，就是把大家历代所知道的超能力霸王奥特曼都融入到这个模组，然后这个模组好像还有持续在更新。好啦，那如果说各位喜欢这个模组，会想要再继续看下去的话，别忘了帮影片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瑞德，你们会想要之后看到我变成哪一位超能力霸王呢？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！哇，最后一只居然是传奇哥吉拉，而且我刚刚仔细才看得清楚，传奇哥的眼睛好可爱哦。对啊，以前 PS 版的时候都没有看清楚，那 PS5 版之后那个萌萌大眼睛都看到了。